去啦。哎，但是我穿的是拖鞋，给你看一下。找到了吧？这里找到了吧？到后台好多人。Hello。还没活完呢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这次活动的主办方的老板，下次多请女儿来中国做活动好吗 ？OK， 谢谢，还要多请你笑笑啊，一起我们活动愉快。好，拜拜。Let's go。哎，我举不动了。啊，你把鞋脱了。哇，能看到吗？你好，看得懂吗？哇，就是很多人，嗯，粉色的衣服，羽毛球赛。你怎么了？他现在在重复那个啊，你想来？刚才那个是敏儿的经纪人，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敏儿。你说重庆话。大家好，我是敏儿。大家好，我是敏儿。重庆，对他们说啊，有人叫你老婆，说你美爆了。啊，美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允控。允控，允控就是喜欢你的人。啊，允控。啊。来重庆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好吃的东西是什么？最想要吃什么？最想要，最想要吃。听说火锅，火锅很好吃。汉语十级，火锅。汉语十级，美哭了。他说你把他美哭了，美哭了，就是啊，对，太美，哭了，不要哭了。对对对对，厉害吧？你玩过这个吗？嗯，韩国有这个吗？就是直播，然后他们这些都是送你的礼物，看到了吗？就是仙女棒，都一样的直播。韩国有吗？韩国有，也有吗？也是玩这个吗？嗯啊，美吗？女儿今天美吗？今天美吗？她说在上海等你。哦，在上海见面吧。回酒店吧。想要跟女儿说什么？快，时间有限，因为一会儿她就要去那个准备今天的活动了。哎，把那板子拿过来，好可爱啊！这是谁做的？我的粉丝，粉丝们给我的。啊，女儿吃什么？啊，是吗？啊，那用韩语怎么说？유나뭐먹지？유나뭐먹지？뭐먹지？뭐먹지？好可爱！뭐먹지？说重庆话，重庆话今天留在我们在重庆的那个粉丝见面会上说。那这样吧，你跟他们说句我喜欢你们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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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音很好。嗯，发音很好。还有什么问题快点问啊，到四十分的时候我就要过去了，因为他要今天要唱几首，四首。四首的。还要跳舞吗？今天？嗯，要跳。所以有问题，林允儿自拍。哦，对，他们说让你多发微博。啊？嗯，等我。等他？那让他先准备，我们先过去玩一会儿啊。你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走了。拜拜。这是允儿的经纪人。拜拜，等一下见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后台。有很多的花儿，都是雨儿的粉丝送的花。可以，他进去来。然后我们要准备要上台。